继续是来自德加乡的消息，嘉义县政府争取中央前瞻水环境建设8000多万，征收德加乡清水工程，时间一冬5个月完工，重新开播。德加乡公所就休假日举办为期2天的清水家人水漾竹旗活动，吸引大批人潮，闹热滚滚。中心改造2.0级版清水工程，适合全家休闲，成为第三线观光旅游景点，以及农特产品等收刺激。环境改善包括入口广场、松花步道、清水体验、游戏活动、车道改善、排水护花等等，结合周边阿里山松体以及德甲车站，扩大工程万瓦区带观光休闲能量。县长汪正良、立委陈明文、乡长詹良铁以及各级民意代表、地方人士精彩启用，地方以办喜事的心情庆祝。松花步道沿线视野开阔，会当看到野姜花、香蒲、花旗木等等植物。德甲公园今仔日正式重新开幕，欢迎咱的乡亲交外地的观光客、亲戚好友来遮佚佗。阮德甲乡亲会共同来经营德甲公园，把这个好山好水、环境上好、水果上甜的所在贡献了各位大家，感谢。那我想对未来整个竹崎公园可能在相关未来的整建也可以提供一些重要的一些修整的一些参考。那竹崎清水公园，那扮演的是很多的游客，那包括竹崎人在这边共同游憩。所以咱常常看到一挂囡仔杀到四大人坐轮椅来这个所在，那基本上在整个轮椅的推动也没有什么障碍。我们看到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这个所在生水包括来这个所在散步。那所以这个所在当恭喜对德加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游憩包括我们的农特产品，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来跟所有的游客来做对话。那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未来可以越做越好，可以变成竹崎重要的一个观光跟农特产整个推销的据点。移动生水区全面更新安全的地点，先增加大金鱼造型的攀爬游具组、SA 游具、泡水泡浦、行人健检设施，以及装水所在雨水独流设施，以全新好耍的游具吸引大批亲子抢先体验佚佗。县长汪正良讲，清水工程挖山挖水，交通便利，水环境工程加入生态、清水甲气息地设施，也作为农特产等商的场所，功能真多元，是非常适合亲子游憩甲平常休闲散步好工程。谢谢新闻朱乃馨，德甲乡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